不用不用。太阳有点热。太阳晒到那。太阳又出来了。来搭了个帐篷用来遮阳。那现在好像太阳这个角度。单向。因为现在太阳出来了，所以想先把帐篷给稍微盖一盖，让它尽量少晒的少晒到一点太阳。现在在等担架过来。你到最后了，他潮水马上过来了。我去那边拍点吧，潮水过来都没办法用。咱们老师。我用的这个挺贵。上面去过没有？没有，现在潮水还在。问一下单价有没有？其他的被运走了，这条等单价过来也会被运走，然后送到海洋馆去，等待下一步的救援。这边拍了一个，不能上吧？这一个手机看。我现在看你们的画质都在看，不一样了吗？不一样了吧？因为现在是怕它的那个歌选云是由于它的导航系统出了问题，所以就怕现在如果放回大海的话，它万一再搁浅的话就不太好，所以现在还是。你说到哪了？啊，又。啊，现在时间已经是4:09了，我们可以往这边看。视线所及啊，在屏幕的，让我看一下，1/2处，你可以明显看到潮水已经涨上来了。潮水基本上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往这边涨。是不是鱼？它是长得像鱼的哺乳动物啊。但是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应该是好多了，比原来活跃很多。你在水里泡了多久了？已经水里两三个小时啊，轮流会有。都轮流。人流都有。自己练出来的。为什么没有沙？因为我们这里都是滩涂，并不是所有的海边都是沙滩。如果所有海边都是沙滩，那么那些沙滩为什么会成为旅游一个景点呢？就因为少呀。
我们再看一下潮水涨到哪里了。哟，网友说能不能吃？这个问题该怎么说呢？吃，法律是保护的，但是你吃什么，法律是要管的。你有吃东西的权利，而这个领航经有不被吃的法律保护的方式。人类对于这种领航经的话，有一个不作为的义务，在法律上来说，有个不作为的义务，就是不去伤害它。没人跟我说。这个这边的遮阳棚里面本来是有三头的，现在两头已经被救走了，被调走了。还剩最后一口。好，水马上来了，穿好救生衣的换上去吧。穿救生衣的，对，浪一个大的，浪冷一下有点大，必须要换。救生衣，救生衣提供，要不要穿上救生衣？动作快点，动作快点。救援人员已经开始准备套上救生衣了。每一条都有人管，确切的说是每一条活的都有人管。有几条已经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无力回天了。海岸线是越来越近了。你们所有人都穿上救生服吧，安全起见。救生衣缺几起？没了。小王跟男救生衣这边的，生命的脆弱可见一斑。潮水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给下面脱取的救援人员准备救生衣。那潮水没进来，潮水进来他不够用的。因为生命太脆弱了。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啊。哟，那边潮水已经进来了。也掉眼睛了。那边的帐篷潮水已经进来了，那边可能地势比较低，我们这边稍微高一点。那边遮阳棚的海水已经进来，我们看到顺着这个海这个线，可以明显看到。迷失方向的话，其实有很多种说法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毕竟我们跟他们语言不通。但是根据专家的说法的话，一种呢就是涨潮的时候他们在这玩也好，猎捕食也好，然后等退潮了他们就搁浅了。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的导航系统出了毛病，然后呢就是搁浅了，把这边当成了深海之类的就搁浅。来来来来，
还少一件，还有吗？就这么说，就这么说。就这意思啊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说。这些鲸鱼的导航系统受到了干扰，可能是自然的干扰，也可能是人类的干扰，反正就被干扰之后他就迷失了方向。两个都是鱼，一起下，这边的两个还在这儿，兄弟辛苦啊，下把换了吗？我们你看哥哥的肤色看到没有？这肤色。不要放，不要放弃，停在上面，停在上面，停，帮我们等一下，停在上面。停下去了。全方位的红。帮忙停一下。我们自己救生衣进去拿了，救援的就救生衣。我先上了，等一下。担架还没到，担架等一下。就在这里就好了，我们要拍的话就对着这里就好了。你看然后一看过来，这个因为我过来的时候，都是已经独立了，在这里给我找，然后也没有跟我说是那个，进了金桥大桥和城下那个探头上，然后嘛，我们就赶紧通知村里面，然后村里面所有人都拉过来，然后帮忙把那个远处，远处拖过来，然后因为没当时也是没想到这么。就这样了，没规矩了，就是那个玉米都是用手挖的，我们用手挖，有点可以从那边挖的，用水再挖到这里来。然后这个地方没有水多，然后当时水也没那么多，是后来是用那个挖机挖过来这个地方。就把水放到那个放到这里来，然后给它上面我们的毛巾啊，然后棉被啊，然后放到那个上面，像我们花式一样的，太阳实在太大了，我们看见这个。水浑浊也没办法，不信你看那个里的水。近海的水就这样，深海的水还可能蓝一点，近海的水就这颜色。水清沙幼那种也就只能存在于那些旅游景点了吧。还有几条，五三，我的九三一块的，五三，九三一块的，你到这个计划是能够。他这边单价没有。小王呢？我黑金有两斤。淤泥是生的，刚才我下去拍照片，直接淤泥没到我的腰了，我差点上不来。直播有问题吗？直播没问题啊。怎么了？前次打电话说直播有问题。直播什么问题？我看有人。好的。心掉了，没有买了，到外面去吧。好了，为了安全起见。心那边掉了，买东西，江西路下面八经里那边好了吗？阿姨上面心。好，等会儿。好了，跟咱们的兄弟说一下。电信房子，明天这个不干净，要是阿姨请那个正常金。什么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？哥哥，你心掉了，心掉了，脚底下这个不进家了，出问题了。啊，对，不念心，心掉了，下面心掉了，包括个大面心掉了。这还没有，方便放个没有个，这个都办的。行快一点，行快一点。好的。上面多少人呢？你们人上去吧，公安哥哥们哥。现在正在疏散无关人群，就是为了大家安全，基本上把人已经开始往高处那边驱散。上边万一你们到上边，那你不掉不掉，还蛮你不个面壁干么？说实话，我也准备跑，因为水已经很近了，我也没有救生衣，而且我也不会游泳。
总不能让他们救了海豚救了救了突然就要来救我吧。潮水已经快到了。还有多少万吗？对，七百多万人，你看，七百多万，有这么多？没有啊。就那个菜刀吗？对，就那个菜刀。七百多万。上去吧。好了，这边合作啊，哎，不要围在这里。为了不给救援添乱，我决定跑远一点。这块涨潮了。好，知道。要涨到那边了，再往上面，上面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我们退远一点，不给救援行动添乱。不添乱是我们最后的温柔啊。大家可能可以从屏幕里看到，潮水已经非常非常近了。除了这个点的之外，其他两个点水已经完全没上来了。啊，这边已经开始在拆那个遮阳网了，遮阳棚了。应该是可以在潮水涨到之前把这个棚子拆干净的。好了。应该是同一片水域吧，总不能全国各地各处都有鲸鱼在搁浅吧。潮水离这个遮阳棚大概就几米了。这是下雨吗？是感觉下雨了。
不是虎鲸，是领航鲸。虽然叫鲸，但其实是海豚。林一良，我踩过他的呀，我先踩的。看样子这边的遮阳棚已经被拆完了。潮水已经过来了，已经过来了。潮水已经过来了。哎，不跑不行了，我也得跑。金鱼，我建议呢，哈，你们想看这个鱼呢，可以去海洋馆看，也可以上我百度搜一下，对吧？也可以看到《动物世界》，如果那集正好有的话。你们把东西拿一下。王军，这里，这里。怎么说呢？我不能因为你们的好奇心和猎奇心理就让下面的我们的同事难做，是吧？毕竟我这也是官方的一个账号。杨伟涛，杨伟涛，给我拿件救生衣。人在哪里啊？手机有电，给我拿件救生衣。下去可以，但是要做好防护措施，比如说救生衣。给楼上送下去，给楼上送下去。这是不是这样的，同志们？啊，没什么。我去！
你太胖了，对对对，不要侮辱我好吗？我我什么时候胖了？我把袋子放宽点。来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对啊，扣扣的能扣吗？哎，对，你确定是这么扣的？对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。哦，对对，算了算了，行行行，这样吧。现在本来是这样的，完了我跑得比较快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你这个袋子不行。兄弟兄弟，就麻烦帮站一下，我再取。我已经到入境了。等等等等，好，可以了吗？可以，我下去了。别慌，你这最后一个扣子没扣好。好的。好了吧，安全，这倒是啊，我也不想死在这了。好了，走了，好了，我给你穿。怎么了？好了，我给你穿好救生衣了。人浪一下，人浪一下。啊，算了，随便扣吧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好了吧？还有一个，你快点，我也很急好吗？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，这个浪其实还是挺急的，这个浪感受一下。去到那边啊，还把那个纸毛了，这个洞没取进，给两个纸。接着，接着小龟上来，现在就是想当那个毛毛的。你可以把鱼往前面移，不是放担架，放担架往后面。你可以把鱼往前面推，哎，不是担架移的移位的往后面。把鱼的担架往后推。看看，穿过好，来照片。你放下鸡，放进一块就放进一块呀！你还，我自己当着。倒吸他鼻子，倒吸他鼻子，鼻子注意下啊！鼻子不要吸，鼻子下去，鼻子闭下去，请别停，请别啊！好的，停。大家一起来，别让鸡放。来来来来来，来了吗？可以。开吧。这个浪是真的有点急。来吧，
哪位大哥会打那个吊绳绳套的？关于为什么不放回海里这个事情，我再次说一下，因为这些领航鲸搁浅的话，非常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导航系统出了什么问题，所以你哪怕就算现在涨潮了，你把它放回了海里面，那么它依然会冲滩，并且再次搁浅。所以现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带回海洋馆进行整治，确定没问题之后呢，再把它放回大海。要不这个他现在运到哪里去？养殖场。运到养殖场是吧？嗯。我安排一个兽医跟着去，把它进行那个注射。好。这个状态还好。垃圾摩托车，垃圾摩托车。当心走。好。能跳片。好了，涨潮了，起风了。
几条了？这掉的是第几条？你不知道吗？在这个点位应该是第三条，因为这个点位就三条。对。至于总体全部第几条，不知道，那边的点位没关注哎。我估计要事后统计一下才行。这个点位，汹涌的潮水就这么上来了。啊，怎么了？那边再看一下，结束了没有？那边可能还有。我想拍照片啊。那边还有一条吗？还是可能一条吧，大家都在群里面。其他的那个。啊，那边好像还有一条，我过去看一下。发太哦，龙龙，你这个怎么了？都你们你救生衣啊！我尽量快的赶过去，因为我也实在跑不动了。这是黄，我们这是黄海，是东海来着。啊，近海的水就这样嘛。想清的话，你要去远海，去深海。原本这里都是露出的，现在水已经快把这些，这应该叫什么？礁石也不算，把那已经快没了。现在我的安全其实倒还好，水并没上来，倒是有些担心下面这些人员。很明显就可以看到这个水浪其实有点急的。再次提醒，不要近距离围观，我是穿了救生衣才敢下来。对于以后如果你们身边发生这种类似的救援活动的话，你们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。一个就是会影响救援，一个就是自己的生命安全容易受到威胁。这怎么会是江呢？你见过这么辽阔的江吗？回去的路基本上快没了。
想用无人机啊，我不会飞，我要飞无人机，他们要去救无人机了。卡倒不是卡，我是一路我一路摸索的往回走，主要是本来来的时候石块是露在水面上的，我可以踩着石块回去，现在石块已经被没了，我看不到石块，就很容易踩到石块的缝隙里面。哦，上来了，晚来这么点路，唉，几秒就够了，水上上来看不见路，爬了好几分钟，唉，上来了上来了。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，我淋了不要紧，不要把单位的机器淋了。哎，雨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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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边还有一个人叫呢。好，再给我写给他吧，再给我写给他吧。上上上上上来，先上来，先上来。太危险了！哇，下面这水涨得太快了，这雨太大了吧？那个，你也上来吧。上来上来上来，下那条位置。
这哥们也已经真的是水没过石面之后你就很难走了，因为缝隙太多，你非常容易卡进去。唉，别人都在往上走。哎，搀扶着往上走，看到他们的小心翼翼试探的样子了吗？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。这防一下，太朴素了吧。这不是领导，这是战友情。现在才是真正困难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看不见脚下，他们是真的看不见脚下。从刚才的直播中大家也可以看到，石头和石头缝隙其实很多也很大的，一只脚非常容易踩进去。现在他们身上扛着这么大一条领航经，还看不到脚下，其实非常危险。相机那边放好没了？放好了，放好了，放好了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这里。
吊带人在哪里？现在车必须要过来，车在后面很多的，我看好多后面有车子有过来，没过来，马上先吊上去。我们在左边的那个第二个点，对，没事，你把我们那个设备保管好就行。啊，设备呢？我不知道。等下问小杨告我。那行，等一下再说吧，好吧。正常的，电应该也够，应该能撑到结束。好，已经开始起吊了。上面有人接吗？车呢？上两个人。上面安排一组人。下面的人走开！下面的人走开！车子呢？我靠，那吊不吊上去了？那边可能还有一条。去那边看一眼。哎，啊，你们也辛苦了。那边还有人泡着呢。
现在雨也很大呀，风也很大，浪也很大。就近买一套衣服才行吧。啊，到时候再说吧，去他们那做，随便借篮球服穿一下。哇、哦，小心点，差点。这里地势感觉还高一点，还没有完全没上来。现在能下去也没用。等一会儿那个，等这条领航鲸要钓上来的时候，能再多几个下去把它扛上来。现在下去也没用，而且还危险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条了。